这没办法。哦，这样比较好弄哈。哇，是人满鱼。鱼探机看到一大群鱼群就开始钓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很开心。那今天总共钓了200多条，100多斤，那应该够威武金吃上一个礼拜。花腹青，对，花腹青跟竹夹鱼。几斤？这里它差不多有100多斤。100多斤。100多斤。为了让金那个威武金多吃一点，所以刚刚出去真的是运气很好。对啊。killer 这个字的这个种类呢，无论它外表看起来再怎么温驯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猎人，海里面的猎人。我们就是顾好它的喷气口，其实这样做是非常的危险，是啊，和我冒的很大的危险。因为他如果眼睛看得到你的话，他的头会侧过来，你的整只手就被咬下来。所以你要从正前方，正前方他要咬你的话，他要往前游，往前冲他没办法冲嘛，但他头可以转。嗯，所以不要从旁边喂。那唯一从旁边喂就是，你就把它开嘴，然后再塞进去。那个公斤数一定要很少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大概1公斤左右。好，眼睛没开，它不会有反应。请小心。哎，你不要一直往后退哦。要往后退。他不知道我要对他做什么。嗯，所以他一直紧闭着嘴。在你的鼻子。哎，哇哦！哎，他在咬吗？他在嚼，嚼位置。就让他第一次他当然不知道这个我们拿的鱼是可以吃的，对，所以第一次他就是比较抗拒，但他到第二只鱼，他的师傅就已经学会说，哎，这个是你们是在对我做这件事情，所以可以看到很快第三只鱼他就用吸的就可以吸进去，我吸哦。不要耍他太多次，他会不爽。哦，哇！手小心哦。有害怕的感觉。有害怕的感觉，面对。你们继续喂。牙齿。对，深深白牙。去看一下后面的尾巴。所以刚刚我拍水，他嘴巴会打开。好今天就1公斤，今天喂完就好了，不要再多了。这个鱼的大小对他来讲，也许我们还要再做一点调整，因为他可能要再吃的是可能20-30公分以上的这个鱼。有哈，好哦。我看到你手吓到。
对，这个是齿鲸他们在侦测食物的时候特别会发出来的声音，你们叫做什么科达声，就是 click 这个声音，那发出的这个，对，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自然，寻找食物的这个回声定位的功能是有的。我相信他的眼睛其实是看不到这个鱼，他应该眼睛在两边嘛，而且他又被那个帆布可能会挡住，所以他刚刚如何知道在哪里呢？除了触觉之外，有一部分就是靠着这个回声定位，他知道他在这个地方。对，所以刚刚他等于是用听的去吃到我们刚刚给他的东西。是现在他开始知道我们是他食物的来源。所以他就有可能知道说，任何在他前面的东西都有可能他的食物。所以我们手可能绝对不能在他嘴前面晃。对，他看起来就会像鱼，就会去吃这样子。